这是文官的天堂，武官的地狱。重文轻武造就了璀璨的文化，繁荣的经济，也让军事成为这个王朝永远的痛。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两宋风云之北宋。公元960年，后周显德七年，北方镇定二州报告称契丹入侵，时年仅有8岁的小皇帝柴宗训连忙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领兵出征，在行至陈桥驿时，将士们将黄袍披在了赵匡胤身上，赵匡胤带兵杀回开封，后周太后无奈下诏禅让，赵匡胤登基，改国号为大宋。从这一刻开始，长达320年的赵宋王朝诞生了。在宋朝出生之前，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分裂时期，也就是五代十国时期。在50年的时间里，先后出现了56位皇帝，明君率很低，非正常死亡率很高，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。对于出身职业军人的赵匡胤而言，如何不让新诞生的宋朝成为第六代，是当时最紧迫的问题。当时除了宋之外，还存在着北汉、吴越、南唐、南汉、后蜀等诸多割据政权，此外还有契丹人建立的辽国虎踞北方。赵匡胤依照先南后北、先弱后强的策略，对北方实力强大的辽国采取防御战略，然后依次扫灭南平、后蜀、南汉、南唐，统一了中国大部。同时赵匡胤吸取了前代藩镇割据的教训，削夺功臣武将的兵权、精兵、钱粮，加强中央集权，以免再次出现藩镇林立、武将夺权的情况。然而赵匡胤并没有完成他的统一大业就离奇死亡，宋太宗赵光义继位。赵光义在兄长赵匡胤奠定的基础上，消灭残余割据势力，命令吴越、张权纳土归降，出兵攻灭五代十国的最后一国北汉。然而在消灭北汉之后，赵光义决定乘胜攻打幽州，想就此从辽国手中夺回幽云16州。没想到在高梁河之战中宋军大败，作为皇帝的赵光义乘驴车狼狈逃走，赵光义第一次北伐失败。公元986年，赵光义发动雍西北伐，30万大军兵分3路进军幽云16州，但最后依然是死伤惨重，无功而返。宋朝对辽国也转攻为守，在辽国承天太后萧绰的进逼下步步紧退。与此同时，西北的李继迁也在日益崛起，宋朝重文轻武的格局逐渐成型。宋真宗赵恒继位后，大力倡导文教，亲自题写劝学诗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然而死读书不会改变日益糜烂的北边局势。公元1005年，辽国承天太后萧绰率领辽国大军一路打到了黄河边上，宋真宗大惊失色，想连夜跑路，最后还是被宰相寇准架着去了前线。辽军远道而来，粮草不济，又被宋军击杀大将，士气受损，而宋真宗也急于退兵。最后双方达成了和议，宋国每年向辽国支付30万岁币，以兄弟之国相称，视为澶渊之盟。宋真宗志得意满，大搞天书运动，封禅泰山，广建宫观，粉饰太平，还给自己家找了一个神仙祖宗赵玄朗。在劳民伤财的同时，也使社会矛盾日益加深。到了宋真宗晚年，皇后刘娥从后宫走向前朝，利用奸相丁谓斗倒寇准，为自己临朝听政扫清障碍。因太子赵祯年幼，宋真宗遗诏命军国大事全听取太后处置，刘娥成为宋朝第一位临朝称制的皇太后。实载刘娥有吕武之才，无吕武之恶，执政以后就贬斥丁谓，教廷天书，兴修水利，创设建院，还发行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。
然而宋仁宗赵祯并非是刘娥亲生，而是刘娥宫里的李姓宫女所生。刘娥死后，赵祯才得知自己的身世，因而在后世演绎出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。宋仁宗赵祯以宽厚闻名，对大臣非常宽容。北宋的文官政治在仁宗时期达到巅峰，出现了很多名臣，比如吕夷简、韩琦、文彦博、范仲淹、包拯、狄青等等。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都是在仁宗时期登上历史舞台，社会富庶，经济繁荣，然而边防压力却日益加大。公元1038年，李元昊正式称帝，建立西夏王朝，与宋辽分庭抗礼。宋军在与西夏的战争中损失惨重，而西夏国内物资匮乏，也无力与宋军长久对抗。最终双方达成和议，西夏对北宋称臣，北宋每年支付岁币绢13万匹、银5万两、茶2万斤，史称庆历和议。然而庆历和议的效果并没有澶渊之盟那么长久，双方仍然时不时发生冲突，宋军依然需要在西北耗费大量兵马钱粮，宋朝的积贫积弱、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日益严重。公元1043年，范仲淹上书调陈时事，主张严明官吏升降，限制官僚滥进，完善科举取士，慎选地方长官，均公田，厚农桑，减徭役，修武备，厉行法治，解决宋朝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，富国强兵，使北宋焕发出新的活力。然而范仲淹主张的新政触及官僚地主集团的利益，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中被宋仁宗叫停。庆历新政失败，北宋失去了一个革新的机会。北宋的士大夫认为，宋朝没有汉唐的外戚干政、宦官专权，更没有皇室内讧、兄弟严强，皇帝真正做到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。可是理想只是理想，自真宗以来，北宋就有议论相角的传统，皇帝同时任用不同政见的大臣，让他们相互牵制，防止皇帝被文官架空。这样虽然保证了皇帝的权威，却让中央政令无法实行。但凡有人想改变现状，都要先应付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音，有时候就连皇帝也亲自下场和文官吵架。宋仁宗死后，养子宋英宗赵曙继位，与大臣们争论生父的名分，争论了一年多，英宗获胜，旋即病死，此事不了了之。此时的宋朝财政亏空已经十分严重，新继位的宋神宗赵顼对任谁当爷爷毫无兴趣，他迫切希望自己做出一番大事，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。但是他需要找到一个志同道合之人一起变法改革，这个人就是王安石。一场史上最具争议的变法开始了。王安石在地方为官数年，体察民情，关心百姓，对宋朝存在的社会弊病有一定的了解，在变法初期取得了一定成果。然而他的新政依然引起了保守派的反对，他们攻击王安石不守祖宗之法。王安石一怒之下说出了天变不足序、祖宗不足法、人言不足序的千古名言。王安石信念坚定，宋神宗却犹豫不决。新法在民间推行时出现了大量问题，官吏借机欺压百姓，被反对派拿来攻击新法，逐渐让神宗失去了对王安石的信任。王安石无奈辞官。然而在王安石走后，新党内部出现了分裂，副宰相吕惠卿为了讨好神宗，对新法层层加码，导致富国强兵的新法变成了压迫百姓的恶法。神宗又请回王安石，然而对王安石提出的建议却是多不听从。王安石非常失望，就算只听一半也可以啊。不久，王安石因儿子去世再度辞官归乡，神宗亲自领导变法，趁着西夏发生内乱出兵攻下，想检验一下新法的成果。公元1082年，宋军在永乐城全军覆没，神宗大受打击，悲愤而亡，留下了仅有8岁的儿子赵顼，视为哲宗。太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，以母改子，
启用司马光等旧党大臣，贬斥新党，废除新法，将神宗时期占领的四寨还给西夏。在哲宗亲政以后，一切又翻了个来，贬斥旧党，重用新党，实行新法，对西夏重新用兵，迫使西夏求和臣服。然而在新旧党争过程中，双方矛盾已经愈演愈烈，甚至有人提出要追废太皇太后高滔滔，最后在哲宗嫡母向太后的阻止下才没有成功。公元1100年，宋哲宗病死，年仅24岁，因为无子，在向太后的支持下，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登基。宋徽宗赵佶是历史上有名的艺术家皇帝，琴棋书画，吃喝玩乐，样样精通，但是唯独不精通当皇帝。他重用蔡京、童贯等佞幸，一心敛财享乐，把朝廷上下搅得乌烟瘴气。北宋昔日的敌人辽国已经衰落，金国崛起，向北宋发出了夹击辽国的邀请。宋徽宗以为自己可以完成祖先们的遗愿，收复幽云十六州，没想到会把北宋推向死路。公元1118年，宋金海上之盟约定共同灭辽，没想到北宋军队连辽国的残兵败将都打不过，最后还得花钱从金国手里赎回燕云六州，北宋的版图达到最大。然而灭亡也近在眼前，金国已经看出宋朝看似强盛，实则不堪一击。公元1125年，金军南下攻宋，徽宗连忙下令把皇位让给太子赵桓，视为宋钦宗。钦宗试图割地求和，然而金国已经不满足于此。不久，金国攻破汴京，将城内劫掠一空，携徽钦二帝、宗室贵族、文武百官等3000余人北上，史称靖康之变。北宋就此灭亡。